如何来衡量一个项目好不好？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把这个项目放在时间面前。如果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这个项目越来越差，就说明这不是个好项目。如果把这个项目放到时间里面，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这个项目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前景，这是好项目。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在座各位，投资资金盘的人都知道，前期做能赚到钱，后期做都是亏钱的。所以所有投资资金盘的人都是恨不得今天投进去，明年赶快赚到钱，赶快出来，跑得慢就死了，就说明这项目这不是个好项目。什么叫一个好的项目？就像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，这个公司可以持续上百年持续盈利，这就叫好项目。所以长期主义，我们投任何一家公司，就算你买了茅台，不可能今天买明天就涨，但是如果你十年前买了茅台，那时候几百块，今天几千块，哎，是还是不是啊？就算你买了腾讯的股票，也不可能这个今天买明天就赚钱啊，那当年买可能几十块钱，而现在可以涨到上百块，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，叫做时间的朋友，不要做时间的敌人。